就是要庙乡了，我们村子也是些小娃子，这边是些啊，说怎么说呢？后面我看，那吃不了啊，小娃子不行啊，用好了是吧？毕竟没看好的，嘎，用好了，不要不要。 大哥，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对准框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个不会看不懂吧？第一轮大牛35头，第12架，就收的是第一轮，现在正在打的是大牛走，第12走，第一轮有35头，这个很容易理解吧？这个都看不懂。 啊，我也是这样。还怪我们搞得不好，这样那样子的。那就叫你，是警察同志，别乱胡来，去办个证明表，别那个表。好，点一下。好，观众朋友们，最左是35的001。用完球啊？哦，用完这边靠的。不让我用啊。 35只有头头的来自水塘头村，001号是来自鹿邑。那两个你走，鼓浪岛沟里县高。鼓浪岛沟里县。3115。3115。两个你走，鼓浪岛沟里县高。 我那个小家伙，我那个大概有没？大概有没？就要把它拿的，就要搞这个锻炼，锻炼。那个就左也来，右也来的，走路就飞了。就要把它拿的，能把那个拿来。 还有大牛的对准表，我们已经在上面发过。你可是从别的你家门的时候是发个大牛的对准表出来瞧瞧，你可以这么说了，你什么时候是大牛的对准表，这个也没得。好，二三。就是明白了，现在不是老板了嘛，就是说我们走的不到位，其实还是你自己不看，搞好。好，观众朋友们，三号对39的比赛，3号的我们来自泸溪，39呢是小哥将。 小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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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果子
霸气的汉族弟兄都在饲养斗牛，我们武官人也特别活着精神就可高，本息在参队。我和各位家属与观后子弟呢，家人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活着就能不能进斗牛场，我前段时间看见斗牛场一场比赛，有位八加一杆多鸟呢来主席台边绕，绕着要绕着要下下到场内，刚喊着他上来，牛呢牛呢马上就跑过来，跑出去的他又回头，立马着牛拆翻了。还好那个酒朋友是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大药，拆不伤，非常厉害，但是差点就拆死了。所以喝着酒不能拉牛打架，不能到场内。如果喝酒的人进到场内，第一你是歪了自己，歪了自己的家庭，同时也是来看来看看我们斗牛场的老板。他
咱们两头斗牛，三号对三个九的比赛。三号斗牛是来自泸溪，三个九来自我们石林的小哥站。再吹一次，再吹一次，不行不行，挪到。别吹了，直接老前几笔子，前几笔子老笔子进行比赛。我们三号斗牛是远道而来，从泸溪赶来参加比赛。接下来的下一组二号的是 A3， 请做好今天比赛的准备。吹嘛，别啥子嘛，说子说了为什么不说就装就干着了。再沾好，我们泸溪的朋友再吹，不能吹，沾朝着朝着选手啊，两个桌子干了有毛毛啊，这是别喂，其他的人快回来，别拉着咱就放回。说自己说自己呢，不说这些东西干的了。油门锁不车进去好就小婆婆了。再吹再吹，两面接着吹，吹味道变那么烦了。好，场内的队员现在够牛。好，接下来将迎来二号的 A3 的比赛，有请六号的一号做好进场比赛的准备。观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来宣布几则斗牛比赛的信息。2021年的石林县林口铺镇林口铺村红发斗牛场将举办第二届牛王争霸赛，比赛的时间为2021年的6月11日、6月12日，其中2021年的6月11日将举行本地水牛身为2名牛以下级别的比赛和6压小牛组的比赛，团体三选组。2021年的6月12日星期六将举办本地水牛2015以下雄伟组、4压小牛组和个人三选赛。另外，2021年内地长虹猛牛联赛将从明天开始，明天就开始。明天将举行的是660公斤以下水牛组和550公斤以下黄牛组、12岁以下儿童组的混合摔跤赛。观众朋友们 ，A3 对二号的比赛，我们来自水塘铺村的毕老五，为两头斗牛每一头送50元的鼓励，非常感谢。毕老五来自水塘铺村，是赫赫有名的羊贩子，专门买好羊，卖好羊。这个这都不错，这都不错，比老虎说你的话呢就欧洲的爱多可比我们乐买的欧国买的你乐听你护理将什么我起到你比你们哥吧走走走哇，这推荐的是不是？五号一号，五号四个幺，全挪过来。六号一号，五号四个幺。好。哎哎，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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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呢？左手上。